就有明显的改善啊，特别是那个睡眠的问题，现在每个晚上都能睡得很安稳。已经到现在，我没有换任何的装饰在里面，感觉到没有一点雀斑在啊。颈椎方面，就是整个那个背包也变薄了。有目共睹的，也有说失眠呢，已经没有这种问题了。觉得中医这边的护理帮助了我很多。讲到头来，它不像西药这些东西是 natural 的，哦，它是自然的东西。闹钟叫我醒，我才醒。没有这样驼背啊，但我的呼吸管道也是蛮顺畅。好了，明显没有了，你当然是说信心在那里了，你就会继续用它的产品，效果反而更明显。有了很大的变化，双管齐下的，就是保持的这个原态。就特别不一样，因为它有精气神三合一加在一起，所以这个效果就特别的显著。我不会有任何的压力，我就感觉好像我去到一个很舒服的环境，纯天然的。一句话说，宾至如归，所以我就觉得感觉非常舒服。有他的美容师都很亲切，哦，尤其是他的老板娘也很亲切，我们就好像是朋友啊姐妹这样。他比较注重用比较 natural 的东西，用这些中草药。再就是他们给我一个健康的感觉。啊，整个人精神面貌都改变了，最重要的是睡眠啊，睡眠好了，哇，那个肠胃也好了，然后颈椎也不痛了，所以对我有很大的帮助。对，脚跟手没有这样冰冷。现在做了好几次，我真的是整个身体觉得很松，然后我的肩膀不会这么僵硬，只没有这样胀了。然后他跟我做完过后，的确是排了很多气出来了，然后我的便秘也比较顺畅。